好，请我们立法院所有的委员同仁，请回座。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会议。各位委员，能不能请回座？好，谢谢各位委员。我们是不是请回座，让我们的议事能够进行？好，好，双方的委员，所有的委员都请回座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议程。好，各位委员请回座啊，现在在释放转播，我们让议事能够顺利的进行。林权院长是第一次到立法院来做施政报告，你们的诉求他都听到了，我们让林院长来说明所有的政策。我相信行政院一定会符合所有人民的一个期待，所以
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跟各位跟院会报告。啊。好，各位请回座，我们要开始开会。各位请回座，我们要开始开会。好，那么好，那报告院会，我们现在休息。